哎，今天是那个什么袁成杰约了我们是吗？对啊，是干嘛呀？是就是什么要复古，要做一个什么要一个复古的 party， 就是说大家都打扮成复古的样子，然后我们去野餐是吗？对对对，要不我们去打扮一下好不好？长沙专门做那个复古造型的，好吗？走了。不会让我们穿那个长袍啊、马褂什么之类的。嗯，去看嘛，有好多呢。可以吗？嗯。我们要闪亮登场了啊！当当当！ Mona Lisa, Mona Lisa, 哇，太不错了，好好看啊！ Like、这个可以。Is it only 'cause you're lonely? They have blamed you. 可以。这个帽子很合适。这绝对可以，可以。那我先配那个蓝西服吧。嗯。那个皮鞋啊。哎呀，太帅了，老公。这个好看，老公。对，好看。好，走。Let's go。哇，到了！哎，这小跑车太矮了。Hello。请问你们俩这复古吗？啊？怎么不复古啊，香姐？你看这花裙子、格子衬衫，这个八十年代。啊，倩倩，哎呀 ，Hello， 好好看呀、啊！你这个，你这个是今天满分，是满分着装，真的啊！我们今天就配合你的这个你们的要求，我们才这样来的，对。请。你们怎么弄到这个地方啊？月亮岛。据说好像你们平时也不太出来郊游。啊，对。所以我们就说长沙哪里？这个风景秀丽又可以郊游的，他们就推荐了这个地方。哦，还有马是吗？嗨，哦，还能骑马，可以。一路上过来应该也渴了，是真的很渴。我们应该要做一点冰饮，对不对？一来就你们可以先进来看一看，里面有空调。当当当当，哇，好凉快，马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凉快啊，好舒服。哇，好多吃的，还有午餐肉，我们可以吃吗，老公？不能吃，我们现在在瘦身，啊、真的吗？因为而且要我们每个人要瘦30斤，三十斤。一个人三十斤。对，但是30斤很难瘦。我们已经瘦了，瘦了多少？一人瘦2斤。嗯。就节目已经录到过半。对，只瘦了2斤。是的，我跟你说，这2斤我们花了多少代价？这个2斤是意味着什么？因为万事开头难。坐下。要熬过那个瓶颈线。但你们要30斤哎。因为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斤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敢问。哇，他们节目都已经曝光了，吃死我了！那天我量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就剪出去了。那所以大家全国观众都知道你多重了，都知道我有多重。对，我太难了。我觉得你还行。不行，我的体重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了，我的历史就已经差快到我怀孕的时候。真的吗？而且你知道我骨头很小，就骨架子比较小，但就有肉不是很显，但是其实已经
是，就是很显的时候已经胖到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没办法遮了已经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那个马场看到了没有？看到，我看有马、啊，而且那边还有那个射箭靶，我们可以去玩玩，边骑马边射箭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哎，你好，几位想体验一下射箭吗？还有骑马射箭，女生射箭，男生站在箭靶那里，然后他们就射得特别的准，还不是直接开枪呢。哎，我们要比拼一下的，对不对？那个你们这队跟我们这队，然后比好不好？好。输的人要有惩罚，惩罚由赢的那队人来决定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行行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来吧，教练，这里有两套装备啊，可以两位先一起开始啊。这个就是挎在腰上，您左手拿起这里扣，哎，扣起。哇，王导，不是我瞎说。你这个都不一定能够挂得上，你看到没有？最小一个，我这腰两尺三，最小一个，尴尬了。嗨，真挂不上。哎呦，真是尴尬了。它可以伸缩的。哦，可以伸缩。要不然只有小腰才能那个。我这腰已经算很细，两尺三最小一个。哇，你这腰真的很细。准备啊！哇，这么近都拖把吗？你是有对着那个吗？好来啊，直接瞄在白色的地方。哇，还是不够，好难呀。我第三箭必须要上靶，而且要有个几分。对，真的吗？否则就根本没机会赢了。加油，不错的。你看你看，来来来来来，王一仁，你不要太自信了。来，准备。啊！教练，他这只是不是比我还要拼？对，我估计是这个箭的问题，是这个箭的问题。啊，试一下。哇，这几环呢？这是，反正有环了。好，来，老公。哎，不是，忘了。不要有压力啊，老公。看我这咱们这。老公已经汗如雨下，来来，等我给你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对，免得你这个眼镜掉下来。没眼镜不行。对，动作先标准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哇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埋汰了，哥。今天我们输了，不容易不容易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还有骑马，咱还骑马、哦、骑马是骑马吧。哇，太棒了。哇，老公你太棒了，小心啊，老公。哇，在移动中吗？哇，这么难。哇，
欢。哎，可以啊，好酷啊，哇，哎，王导太酷了。嗯，老公你太棒了，你在我心中的形象突然又高大了，又很帅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来来了，加油，太稳了吧王一伦。哇，王一伦我们稳赢了，加油老公。哎，不错，四环。哇，行，上马就可以。哦，啊，还行还行还行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哎呀，行行行行，我想射到那个红里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可以可以。兄弟，你就是拉的时候，你听我说啊 ，OK。其实你不要考虑马的问题，嗯，你就是说，就是你只要拉起来，就是你这个这两个点就稳住，就不要这样，就是稳住了就行。然后一松手，尤其是左手这个点，你知道一定要稳住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骑马紧张，哇，好难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现在可以预瞄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呀呀呀！啊，完了完了，没有上靶。哦，哎呀呀呀呀！加油！哇！十环啊！我还有，只需要射到两环，加油，两环，加油，七环，你很厉害了，哎，太厉害了，你们赢了，耶！他真的学习能力很强，真的好厉害，但我老公也非常棒。还好还好，尽力了。这样，我们要进入到惩罚环节。想一下，我们来定一个你们能接受得了的惩罚。行，没问题。不要定难，定难的，今天晚上晚饭我们就消失了。不做体力活，走了是不是？走了。要脑力活。哦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一点。一分钟，互相说对方的优点，赞美对方的话。准备啊，三、二。一开始，一分钟赞美对方。你好会射箭呐！你今天穿的特别的好，特别的美丽。你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。不行，还卡住，还有卡住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。你是最疼爱我的男人。你是最心疼我的女人。你是最爱我的人。你的身材我觉得无论怎么样，无论外界怎么说，我觉得都是最美的，最美的。我的老公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我都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。时间到，哇，哎呦，是不让我们说了吗？那还没说完呢，我们还要再继续。老公，你世界上最棒的，你最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出发了。哎，筷子有了吗？有，都有了。好。来吧，那我们来敬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来吧，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我们这个安排。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尝尝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吃一下大鸡腿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也哇，好像很香，我也得来一个。嗯，很嫩。但这个鸡腿吃进去，我估计我们要长两斤。吃进去，鸡腿没事，鸡肉没事。真的吗？鸡腿没事，鸡皮有事。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把那个鸡皮拿掉。给你吃吧，爸爸。
别浪费了。好吧。很好吃，但是我不敢吃太多了。其实鸡肉不在我们的禁忌之内，但你鸡皮。鸡肉不在我们的禁忌之内吗？不是。鸡肉一点事儿没有，鸡肉是脂肪最低的。晚上吃这么多肉。好吧。就是我想问一下香姐，就是你是喜欢另一半陪你的，还是就是会觉得就是啊，我就特别黏我女儿，真的，对，我就是黏我女儿，我不黏我老公，不黏我老公。这芊芊是很喜欢在工作的时候陪伴我的。那他们不会嫌烦吗？我女儿特别想黏我呀，也我们就互相黏。比如说我来做节目，她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收工啊？快一点，早一点，就想跟妈妈在一起。对，我也是很黏我女儿。比如说有一次她在学校里露营，我们家离她学校5分钟，然后把她送到学校以后，我就在家里没有办法睡觉。然后到那个他们学校的那个操场，然后被戒严了，我远远的在那看着我，看着，就是感觉那一堆的小帐篷，我女儿应该就在那帐篷中的某一个帐篷里睡觉，就要看着我就得看着，我就是特别想她。你们家厉害是他，对吗？你们家厉害没有第二个人，我们家厉害是谁？你还是你？安静了，他内心里还是怕你，他不太怕我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他的严厉，其实如果他做得很到位的话，比打还要厉害。是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动他就是，就是不需要动手。教育上我是厉害的，但是在生活上，那肯定是芊芊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王一伦，你说说你打游戏的事儿吧。我怎么了我？他怎么了？你说说看，你打游戏，你老婆管不管你啊？基本上不管。你不管？哦。我怎么管？你给他拔网线啊？没有，他已经睡着了，他也不知道我玩没玩。对。你就趁他睡着了以后去玩的是吗？但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他有的声音很大。啊，对，那么大，打游戏要大的，要队友要沟通的，他会叫，走，那边就在那边。所以呢，我把他安排在一楼进门的那个房间里，守门的。有一段时间呢，他玩游戏时长，我就会在他门口贴一个条，就是几点到几点才能进去，就是几点到几点才能入内。吃一个火锅，整个人就凉快了一下，对，出了汗就凉快了。对，来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你知道缺什么吗？缺点音乐。我待会儿就教那个王导一些男团女团舞，太好了，回去练一下，太好了，马上10斤就没了。不是啊，富哥，我教你，你教他，对，教你几个动作，这样你富哥可以跳。明天他会笑疯的。我们直接副歌 ，Yes OK Yes OK， 要跳要跳啊 ，Yes。你快要牛是吧？对，要牛 ，OK 吗？好，好。对，然后左右踝，转头。这比较难，这怎么了？拉头，像开车一样打方向盘。对，然后最后做一个 ending pose， 这所有团都有的，叫 killing part， 很慢很慢，很酷很帅的一个动作。然后他们的动作是这样，就是画到这里，然后砰，然后摸下来，身体有个那个波动。有这个很久，霹雳舞以前跳过，还有点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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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了，大大 ，Yes OK Yes OK Yes OK Yes OK， 不对了，出发，巴拉巴拉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巴 ，Yes OK， 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 ，Yes OK Yes OK， 就跟我一起到达，左右转向。行了行了，回家好好练练，回家好好练。对，我给女儿跳一下。对，